这个人儿您认识不？他是美食主播胖猴仔，体重已经接近600斤。每期视频的评论区里都有人劝他减减肥，毕竟这么胖对身体不好呀。最近大伙儿劝他减肥的评论更是越来越多，语气也越来越严肃。因为点啥？咱先来看看他的手。胖本身就很危险了，现在手指手腕都发黑，真得注意了，赶紧减减肥，不然危险呢。手指和手背啊都变黑了，我猜脖子应该也变黑了，赶紧去医院好好体个检，然后好好减肥，以后我可不能这么吃了。胖猴仔的手指手腕都发黑，有不少网友表示啊，这个情况得重视了。还有人推测，如果手指手背这个色儿了，那估计脖子肯定也发黑了。大伙儿的推测到底对不对？这手发黑的背后，难道真的隐藏着什么问题吗？那么大家的推断呢，的确是挺靠谱的啊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患者他的手指手背发黑了之后，他的确有可能在他的脖子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包括腋窝啊，或者我们说腹股沟啊，可能也要发黑了。第二个，在身体的这种莫名的发黑的背后，可能就隐藏着某些重大的疾病。看看下面这条新闻啊，也许你就会知道了，这些部位的发黑可能会预示着什么。今年才11岁的明明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达到81.6公斤，真是年纪不大，块头不小。最近家人发现他脖颈处的皮肤呈现出乌黑色。皮肤黑黑的，今天起我以为是晒的呢，后来皮肤科你检查一下吧，说买点药抹抹。可是涂药膏没起到什么作用，而且越涂越黑，这把明明的妈妈吓了一大跳，于是赶紧到医院做检查，结果发现孩子患的病叫黑色棘皮症。脖子发黑，最后呢诊断出了黑棘皮病啊。那按照这个之前网友的这个推断啊，这个黑棘皮病呢不仅啊可能导致脖子发黑，包括我们这个手指的关节啊，还有这个手背啊，它都会发黑。对。黑棘皮病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啊，它也叫黑色棘皮病，简称叫黑棘皮病。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的啊。那么它是皮肤的一种这个病变，它主要表现为就是皮肤过度的一个角化，也会出现一个色素沉着，像在我们的脖子啊，像在我们的手背四肢啊，像在腋窝啊，还有这个腹股沟啊，包括乳头周围身体的很多部位，包括面部，都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。